企业2020年获得碳排放配额应于10万吨以上，碳排放总计核算全面实现扭亏为盈，碳排放权交易的全面实施更加坚定了企业清洁低碳、绿色发展的信心。这个工作不是一劳永逸的，我们一方面呢要通过科技创新啊，进一步的推动我们现役的燃煤机组的这个节能减排改造，进一步降低碳排放水平，同时呢我们要大力的发展新能源。